alles randvoll. Hier auf dem Bode. Auch das Zeug kracht quasi von hier oben runter. Müssen wir was unternehmen. Diese Deckeplatte. Ja. ผมเนี่ยค่ะชวนถึงตา update之后，我而家嘅近况，因为咧我要准备搬走呢一间屋，咁其实系租呢间屋出去几个月俾人啦，咁就尝试去德国其他城市度住下咁样，咁睇下我仲中唔中意柏林，因为住喺柏林都差唔多几年啦，咁所以咧我就想搬下环境。最弊咧，我听日中午咧，咁我就已经要搬走啦。寻晚。 佢有1分鐘時間，突然間大跳掣，全部燈熄晒，即係跳電，大停電，完全係開唔到雪櫃啦、洗衣機啦，我啲衫曬到一半，爐又開唔着，啲衫曬到一半咧，仲係濕地地噶，冇嘢係着噶咯，我個手機仲要係剩翻20% 跟住我啱啱已經cast我個host啦，佢可能聽日1點鐘先嚟到，咁樣我今日係完全喺呢個漆黑一片嘅房間過一晚，點算咧？好驚喎！Oh my god！ Ich hab Angst. Was ist los draußen? Boah, stinkt. Weil wir unten im Dachboden gewohnt haben, und er immer schaut, dass er unten im Dachboden riecht. Und dann haben wir die Nachbarn die Polizei gerufen. 逼佢走。大家都見到啦，我呢一個柏林嘅屋企實在太恐怖。身我住嘅地方咧，就係喺一個4層樓高嘅 building 嘅最底嘅地方，咁就已經係會係喺一個停車場嘅附近啦。咁就前面咧就係一個大馬路。 咁所以咧，每朝差唔多8-9點起身嘅時候，就已經聽到好嘈嘅車聲。咁仲有就係頭先見到嘅就係咧，地庫嗰度有一個即係露宿者啦。咁佢就係攻佔咗我哋地庫嘅位置嘅。咁本身德國嘅地庫係可以俾你泊單車啦，或者放雜物㗎嘅嘢㗎嘛，通常。咁但係咧，我就唔明點解我哋嘅大廈嘅大門係長期。 會開㗎咯，咁所以我每次一見到個大門一開咧，我係會閂咗嘅。但係往往就唔知係咪有啲人偷入嚟啦，或者打開咗個鎖啦，咁就將嗰個大門打開咗，咁就擅自搬入咗去個地庫度住。所以對於我嚟講，嗰個安全性係極低嘅。咁你唔知會唔會有時候露宿者會走入嚟屋企？我唔知屋企閂得唔閂。 咁如果有啲咩發生嘅話，咁等得佢都死得啦。我仲要而家日光日白3點鐘 contact 嗰啲電工啦，即係 contact 我嘅房東，跟住房東再揾電工，跟住佢都要 book 到聽日1點先至嚟到。搞錯啊！咁我今日又冇得沖涼啦，我仲要喺漆黑片嘅房間度瞓覺。我而家喺呢個過室嗰度咧點咗個蠟燭。 咁我就可以執呢間漆黑嘅房，因為咧房間係有窗嘅。咁但係咧呢個過室咧，即係 studio 咧就冇燈。而家差唔多秋天7點鐘就要太陽落山，仲有4個鐘時間。我要喺佢未漆黑一片之前，我要執好曬成間屋之後，仲要開始執結，跟住就要點著曬成屋嘅蠟燭。咁我就問鄰居借電咯。 我哋係活喺一個唔可以冇電嘅地方。
即係呢個時代咧，如果冇電，真係非常之唔方便啊！即係你諗翻以前石器時代嘅人，佢哋點樣生活？就係、是、自己鑽木取火，跟住燒嘢食。咁我而家咧，一定要有水同埋有電。我而家有電，成個人真係舒服曬。我啱啱插埋部電腦之後，而家可以上網。我上網起嗰個 modem 咧，直接連咗鄰居嗰個電咯。咁所以我而家都可以上網。仲有咧就係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 或者係我嘅 Facebook， 我咧會每一日都會放我嘅關於德國移民啊、留學啊、生活嘅冷知識 post 噶，記住 follow 我嘅社交平台啊！仲有就係未 subscribe 呢一個 channel 嘅話，記得 subscribe， 我每個禮拜咧都會更新影片噶，都會分享德國生活嘅所有嘢。好啦，我哋下一集再見。呢一度咧有兩個影片咧係我之前拍嘅。你可以點擊入去睇下。